这个好多企鹅是卫冕者，东风就被淘汰。马上来看私家的牌，看一下庄家妈咪的牌。噔噔噔噔噔。庄家出菜，西风。那个妈咪，我跟你说，西风。如果照刚刚这个逻辑的话，我们唱东风无望的南风就不不不不，我看很多集啊，我看过很多集啊。我说最近啊，最近通常是这样。我说现在告诉你了，可以不要，希望不要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看到男人了。好，谢谢。希望你不是只是帮我们东风打个北风就走了。打地基他也是有北风地基主啦。阿宅，哪个手不要太熟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这又不是打那个什么了。八条手，等一下决战北风，北输的也是制作公司给钱。好的，左手上可以。好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八条我要，帮你八条，二条打二条，发财。甜的胡饼，没有甜到哦，差一点点。哪个我一样？九万。哎，碰一个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哎呦，碰我的牌。哎呦，七万。看，气势如虹的Money哥，要红到尾才行啊。八饼。九万。还有九万。嗯。嘿呀，吃一个六九万，白皮碰啊，万四，干嘛啦？一定会吓死你，真的，跟真的一样。这一颗打麻将都是气势，对对，九饼，九饼，来填一个好不好？三桶，千万不要，只要三桶，发财，八万，传播金心跳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想要摸牌呢，还是吃呢？当然吃啦，听你的，吃小鸡，他其实没有看到你的牌，碰着，碰起来，碰起来，碰起来，好，小鸡碰掉了。二饼，东，嘿，北风，怎么了？哪个？六条，吃一张啊！哇，哎呦，你真的故意的，故意的，你品牌才容易放炮，懂吗？懂，好。是寄生虫。对，我们很捧你的场，就是丰满。真的，等一下，我感觉挺牌的。乌头好像是，没事。多大几？来碰，八万。跟打。四饼。跟四饼。四饼。哇，那么多。哇。还要吃啊？想吃哎，五饼，吃啊，饼换你四饼，很好啊，谢谢。吃了又不会放炮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哇，哇，五个人玩，没人要了。没事。八饼，又被抓砍。冲啊！七饼，挺牌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挺牌的？要每一张牌乱放，他要有道理，他要有道理。流氓，流氓，为什么要流氓？第二个万，第二万，老班啊，老班啊，何必？流氓，老班听起来比较像流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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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氓。七万，七万，哎呦，摸摸到都那么好打了。哎呦，不要放枪，反正我就下车了。哦，哇，这么厉害，这么高杆。懂下车，九条，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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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条，又活了啊！终于讲九条，二五条。
庄家一台，好，南宫逆转胜第二把，来，我们台南来的 Roy， 好，真的帮你好过吗？十一，对啊，好，来看四角的牌，我们来看一下庄家 Roy 的牌，彩影的牌，彩铃，彩铃的牌，Money 的牌，当当当当，庄家请出菜，北风，北风，打麻将啊。哎，小吃完我都会改变整个，就是都不一样。嗯，九个人玩，哎，对一个，对一个，对一个，南风，南风，南风，对起来，南风，南风，死风，东风，东风，发财。小白脸，五个，跟一个小白脸，西风，西风，小五，小五，放一个，很好啊，哎，八饼，你看妈没有要放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谢谢，是是是，红中。中道，不要大饼。哎，打错了。三万。我们这边有个规则，如果连放两炮的话，就有惩罚二选一。真的？是我吗？这你要注意一下，因为你刚刚放了一炮。二万。连续的话。连续。那你只要躲过这一把。这一把。现在。九九，哎呦，你们吓人好不好？烦哎，练翻什么了？又糊了，他自摸的啦。笑我一下啦！太狠了，你忘记了？他救了你啊，因为你没有放，这样就不用带。对，我知道，我好怕带那个。南风发财自摸，好，好怕带。三台的四台。好，寒风逆转胜第三把，来，彩影庄家。哎，这个，嘿，八。好，来看四家的牌。我们来看一下庄家彩影的牌。哎，彩铃不错哦。Money。噔噔噔噔。Roy。出菜。庄家请出菜。来，出菜九万。九条。西风，东，小鸟，小鸟刚一刚才要的东，北风，红中，南风。九个人玩，红中，发财，发财，哎，哎呦，甜的五条，怎么样？真甜、啊，有没有中豆给？二条，甜甜啊，这个很美哦。白饼，四饼。这一把我在自摸，你们三个要带牙套。他不太懂，可以告诉他吗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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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告诉。好吧，你等一下。这是我会有点搞不懂。把它分开就好。你把它这样，你把它这样分开分开分开，对，把它们分组。五条。还有，咦，两个人玩。碰一个。七饼。到到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真的。漂亮吧？哎 ，Money， 我刚刚讲还没话还没讲完呢。东风有望，南风会不会淘汰了？好，我加油，我加油，加油！庄家，人心独定，庄家三台，三台。好，这个南风逆转胜的最后一把，我们来看看三家的奖金还多少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目前 Money 的奖金是3500，Roy是3700。
差200分。对，台银是4300，目前差不多啊，所以谁放炮谁走。好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，来，我庄家。是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。看一下庄家奶林的牌。奶林，奶林呢 ？Money 的牌。Money。Joy 的牌。台银的牌。庄家。奶林出菜。调酒。调酒。我感觉奶铃是谁？一下子奶铃，现在想不到是哪个，真的。奶铃，酒桶，西风碰碰一个，一个让我吃。三饼，哦呦，哇，牌好像很好哦。哎，北风。嗯，哎呦，这么多花！哎呀，抓个中锋来看。九饼，六饼，三六九饼都不要。东风，小白脸，碰八饼，三六八九饼，红中。嗯哼哼，八饼，哎呦，跟对家的，吃一个，吃起来，红中，六条，不要，嗯，发什么？我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？对不起，一万。没关系，这是考虑的声音。老师也是会发出声音。哎呦，好丢脸了！不知道打什么。西风。没想到 Money 现在最低分。对啊，他气势如虹的耶。八条，吃一个20000。嗯，到了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快？哇，好快！他救我一命。对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快？还倒下来？啊，我还想说，还想说，你也进得很好，对不对？我是，但你该三饼应该碰的。白皮一台，白皮一台，他装，你装？不是，我不知道。白皮，好帅！真的假的？装啊！哇！对哦，因为 money 跟财影是差800分，对，差800。对不对？嗯，所以呢，他红一台是700分。哇哩嘞嘞，居然还是天哪！刚刚以为他解救你耶，对啊，差100而已，天堂掉到地狱，一秒之间。我刚才想说你救了他，现在反而啊他救了你，真的，没错，真的，还也烂。好啦 ，Money 真的是一语成谶，好，地基主淘汰，欢迎来这里看看下面的风景。八岁会打麻将，八岁。我。三秒钟一个真实的表情。家里三个小孩都会打牌吗？打得很烂。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我们大神 APP 呢，大家踊跃下载。只要你经常玩我们的大神 APP 的话，就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